你好，侦探。欢迎你来参加这次测试。由于这个系统有点特别，对使用者有一些特殊的要求，所以我们只好用这个测试来寻找合适的人。我们相信你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人。首先，请戴上耳机或者打开音箱。别担心，这个测试其实很简单，你只需要看几张图片，然后告诉我们看到或者听到了什么。现在拿起面前的测试屏幕，看着图片，让自己置身其中，想象自己是一个无形的倾听者。姓名？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李仲文。可是我看车主登记的名字是李博文呢。哎，我偷偷开我哥的车出来兜个风，不行吗？你和你哥倒是挺像的呀。哟，连你也认识他呀？不愧是网红 CEO 啊。我俩是双胞胎，自从他火了，就经常有人把我看成是他。你这当弟弟的也不简单呢，酒驾、打人，屡教不改呀。嗨。都怪我那帮朋友，我说多少次不能喝不能喝，哎，下次不敢了。除了酒驾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啊？没有了。你知道藏毒多少可判死刑吗？啊，藏毒？谁藏毒了？我不知道啊。行，我问完了，你在这儿等着。哎，谁藏毒了？老范，小许，你那边怎么样？他说不知道，还硬说自己是李仲文。行了，那就全对齐了。你跟我去审讯室，我来会会他。哎，你在这儿等我一下，等会儿要在举报材料签个字儿。好嘞，你去忙。喂，我在警察局。警察同志，刚刚说的藏毒是怎么回事啊？别急呀，你先告诉我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李仲文。哼，还想说谎啊？你是李仲文，那隔壁那个李仲文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他也来了？我再问你一遍，你是谁？李博文。这不是第一次伪装成李仲文了吧？嗯，这次要是酒驾案，也许就又被你糊弄过去了。现在藏毒，你也想栽赃给你弟弟？不是，这到底什么藏毒啊？在你后备箱里都搜出1公斤毒品了。啊？我不知道啊。这脱不了罪了。知道，这次多亏你了啊！出了这个事儿，老爷子再偏心也护不住他了。等我成了继承人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别高兴太早，我给你打电话不是闲扯淡的。刚才说的事儿，你上点心，办好给我回个电话，我挂了。
坐。啊。你举报的线索都对，人和货我们也都查到了。可是有。有个事儿啊，我一直想不明白，你怎么会来举报亲哥哥呢？你知道藏毒多少颗判死刑吗？藏毒？谁藏毒啊？我不知道啊。你怎么会来举报亲哥哥呢？我再问你一遍，你是谁？李博文。在你后备箱里都搜出一公斤毒品了。放心，我趁他喝醉时候放，一点没察觉。哦，双胞胎互换身份，有意思，不愧是侦探。你可能意识到了，你在调查的是一些监听记录。是的，这些监听记录都来自于之前所说的系统，我们称之为声探系统，能够用声音还原过去的案件。不过刚刚的图似乎太简单了，下一章会更有挑战。这张图上是一个美术馆，画展开幕前本应该展出的画作却只剩下一个空画框，你需要告诉我们是谁偷了画。刘总，你怎么来了？哈哈，金馆长，感谢了，感谢前天你发来的照片。哎，佳作，佳作。小事儿，别声张了。不过这种高精度照片，自己看看就好，可千万不要外传啊。名画造假的手段，现在可高明了。哎呦，哪个的电话了？啊，没事了，哎。造假，你看我像不喽？这个不像不像。哎呦，怎么又来了喽？啊，哎呀，开玩笑的啦，我就是好收藏，提前呢想看看品相。你看，这不是钱都准备好了，大师的作品啊，那我是买定了啦。可是今天恐怕你接吧，没事。哎，我就是专程来道个谢的啦。那你先忙，我去接一下啊。哎，那储藏室怎么了？马里克这边。哎，你妈妈别嘞！储藏室干嘛？我要找人。我正在找您呢。这前两天还见过您的作品呢，可我刚刚去看，就只剩个空画框了。我问了小马，他说，您就是要拿个空画框来出展呢，这是何意啊？嗯。老金啊，你知道为什么这次画展的主题叫失落的作品呢？啊，老金啊，徐老，我正在找您呢。这前两天还见过您的作品呢，可我刚……马秘书啊，开幕酒会还有两分钟开始，我马上到门口了，马上到啊，马上到。各位嘉宾，前排落座啊。多亏了你的信息了，想不到这个大师玩这么一出啊！今天这个画一流传到市场上，我马上就去外面出手收购。这次要是发了财呀，必须重谢你，好吧？举手之劳，刘总别客气。不过，我劝你也别费心思去外面找画，收藏市场乱象丛生啊。马秘书啊，你这个意思是？
大师的良苦用心我已经说过了，既然迟早也是被盗，我就近水楼台，请您过目。你拿了花啊？你什么时候拿的？前两天吧。怎么？哎，生意上的急事，我去接下电话，好吧？哎。丫的，别想尾款了啊！喂，我核实过了，你那个是假的，别想尾款了啊！哎呦，开幕酒会，你以为这是假的嘞？你赶紧跑了你！各位嘉宾，前排落座。啊，哎，不过你这就提前把话捏到手里面。大师那边，这其实也不算违背大师的意愿，反正都是要被偷，与其被一个不懂欣赏的小毛贼拿走，还不如交到刘总您这样真正的收藏家手里，您说是不是？惭愧惭愧了，我也只是呢，单纯的喜欢大师的画而已啊。您刚刚说已经准备出手收购，那您准备了？啊，今天呢实在是有点仓促，现金我就凑了这么多，都在这里了。你看，这钱是少了点儿，但是看在刘总这么爽快的份上，成交。画给你，不过最好一年半载之内不要拿出来面试，毕竟我的身份，咱俩的关系，万一被人挖出来。哎，我懂我懂我懂。今天大家围着这个空画框，一定有很多疑问，现在我来宣布失落的美学特展开幕，有请徐老。你又不容易，快快快，走走走走走！哎，注意点啊，往哪儿撞的？哎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哎，这是您的画。操！别！喂，哦，马秘书啊，小的不漏。怎么是干嘛？不去开幕式吗？哎，哎，那储藏室怎么走？这边。哎，你去储藏室干嘛？不去开幕式吗？谢了，哥们儿。小的不漏。喂，哦，马秘书啊，开幕酒会。还有两分钟开始，马上到了，马上到了，请各位嘉宾前排落座啊！操，光说储藏室，储藏室界他妈那么乱，上哪儿找保险柜？算找着了，密码，密码。这么容易就得手了，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。哎呀，难怪给的钱少，就那么一小幅，卖不了几个钱。喂，老头儿，货拿到了。那尾款呢？喂，喂，操！哎，哥们儿，有火吗？接个火。哎，您拿这东西是什么呀？啊，
这个是不是那个徐大师的画的复制品啊？哎，我这儿刚买一个，你看啊，对对对。哎，哥们儿，你来根。这美术馆不能抽烟，憋死我了。哎，来一根，来一根。哎，好。哎呦，我操！这口气总算他妈顺溜了，真难受。看他们那么多，我半个多小时。你呢？哎，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。我操！你又报警器，快快快！哎，我哎，不好意思，哎哎，这是您的画。操！猛地展出形势，就在刚刚，这幅画已经被带到，哎，开幕了。通过一个无名的盗贼，哎，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艺术品市场，别走！你刚刚才进来的时候是空手吧，你管那么多干嘛？你偷的什么？交出来！给你，反正没几个钱。挂了。还有一坨，还有一坨。你的人找到了。馆长，我找回来被偷的挂了。还有一坨，还有一坨。这就是美学的回归呀！ 喂，买家我已经物色好了。安全，当然安全，你放心。我的原则就是不过手真品，只要照规矩办事儿，就绝不会出事儿。再加上你的手艺，不会有人看得出来。这事儿本来就是徐老自己安排的行为艺术，我作为助手，也是顺水推舟罢了，所以他不会报警的。这下你放心了吧？都说了，失落的美学嘛，不是你想的偷画找画那么庸俗那么简单，这是全民无意识中参与的行为艺术。败的美学艺术展嘛，是失落。喂喂，操，刚才大人呢？我操，啊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。什么？走！嘿，你怎么还没来呢？什么？走错路了？哎呀，我跟你说了是 A 二栋啊 ，A 二栋。哎，好了好了，我进来了。原来是这地方。这片的公交车我全都，哎，不说了不说了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密码我都记得了。哎，你怎么还没来呢？什么？走错路了？哎呀，我跟你说了是 A 二栋啊 ，A 二栋。你外面看着是个圆的，哎呀，这画展都快开幕了，你快点呐！哎呀，哎哎，来了直接进储藏室啊，保险柜啊！哎哎，
你可别被别人发现啊！啊啊！哎，好好好，办好，给我个电话啊！是失落的美人，一个意思。哎，那储藏室怎么了？这边。哎，哎，哥们儿，这是失败的美学艺术展吗？是失落的美学。一个意思。哎，那储藏室怎么走？这边。哎，你去储藏室干嘛？不去开幕式吗？谢了，哥们儿。少的不漏。喂，哦，马秘书啊。开幕酒会还有两分钟开呀。好又。喂，操！刚才打你电话怎么不接呀？钱带来没有？喂，喂，马秘书啊！开幕酒会还有两分钟。我马上到门口了。是失落的美学。哎，哥们儿，这是失败的美学艺术展吗？是失落的美学。一个意思。哎，那储藏室怎么走？这边。哟，你妈妈别嘞！储藏室干嘛？我要找人和事。见了，哥们儿。他过来了，小的不漏。喂，哦，马秘书啊。开幕酒会还有两分钟。我马上到门口了，马上到啊，马上到。各位嘉宾，前排。这个都不感慨了，买家估计到了，事后我联系你啊，拜拜。美学嘛，不是你想的偷画找画。这事儿本来就是徐老自己安排的行为艺术，我作为助手也是顺水推舟罢了，所以他不会报警的，这下你放心了吧？联系你啊，发了财呀，必须走谢你大师的良苦用心。花啊，你什么时候拿的？前两天吧。怎么？哎，生意上的急事，我去接下电话，好吧？哎，喂，我核实过了，你那个是假的，别想尾款了啊！哎呦，开幕酒会，你以为这个是假的嘞？你赶紧跑了！各位嘉宾，前排落座。就得手了，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。哎呀，难怪给的钱少。开始。喂，喂，怎么样了？我知道是假的呀，你不是要我用那假的换里边那真的吗？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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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操！还有人比我早下手。喂，老头儿，货拿到了。那尾款呢？喂，喂，操！哎，哥们儿，有火吗？接个火。哎，您拿这东西是什么呀？啊，这个是不是那个徐大师的画的复制品？哎，我这儿刚买一个，你看。啊，对对对。哎，哥们儿，你来根。这美术馆不能抽烟，憋死我了。哎，来一根，来一根。哎，好。这烟也放了，真难受。
这画还贵呢，别乱。你呢？啊？哦，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。我操！快快快！行行行，注意点啊！往哪儿撞的？哎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哎，这是您的画。操！刚刚这幅画已经被盗了。开幕了！通过一个无名的盗贼流入浩如烟海的艺术品市场，没有我的签名，也没有本馆展出的照片，市场上任何一幅看似平凡的画作都有可能是我的作品。这次到有一天，有一个真正拥有客观审美的人找到。馆长，我找回来被偷的画了。还有一幅，还有一幅。这就是美学的回归呀！啊，喂，买家我已经锁了，安全，当然安全，你放心，我的原则就是不过手真品。你拿了花儿，你什么时候拿的？前两天吧。怎么？哎，我核实过了，你那个是假的，别想回款了啊！知道是假的，你不是要我那假的换里面那真的吗？哎呦，这也是假的。他你赶紧跑了你！喂。还有人比我早下手。来了，直接进储藏室，保险柜啊！哎，行了行了，你拿我都记得。喂，老头儿，货拿到了。哎，注意点，往哪儿撞的？哎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哎，这是您的话，拿好。你偷的什么？交出来！给你，反正没几个钱。很好，看来你已经熟练掌握了生态系统。不过我应该提醒你一下，生态系统可能有潜在的副作用，比如随着测试的深入，你可能会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。但不用担心，测试结束后，只要你停止使用生态系统，症状就会消失。下面，你需要破解一些真正的答案，来进一步测试你的能力。